还有我跟你们讲，千万不要仇富，因为你只要一旦产生仇富的心态，你就看不见别人很优秀，然后你仇富，你本身就不会成为富人啊。天哪，你要每一天跟自己讲说，我会越来越有钱，我会越来越富有，我要从精神到物质都是一位富有的 baby。天哪，好正能量哦！怎么觉得能量不好？赚钱去再见。嗨，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我要来开箱的东西，但是呢，一样不太会介绍到物品，就只是大概讲解一下这个创业来的点滴，或者是一些经验的分享。那这个就没有密码锁了，对啊，怕有些人你这种还要改密码。没有，这个剪掉。来，请进，欢迎光临 ，My Company。先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你们不自己看。我的口红还粘在上面，但是你们看我看起来很像有擦粉底，但其实我只有擦我们家的隔离霜。哎，这隔离霜怎么刚好被扯淡？哦天哪，这个好明显哦！你们看疫情这么严重，是不是只要擦隔离霜就好了？你那个粉底会粘在上面，但是擦隔离霜就不会。哦天哪，这个给你们看，我们一起不忘记，可以。最多人问我的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网拍，其实我那时候是卤味店跟做网拍两个在选。那因为那时候我家有发生一些事情，反正我那时候刚好跟我阿公阿妈住，那时候阿公生病，然后阿妈又要一直照顾阿公。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说，欸，如果我可以每天在家，然后又可以一边工作又可以就是陪他们两个的话，那该有多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个林口竹林三四，我就去求签说，欸，就是做网拍觉得怎样。欸，真的是我第一次抽到签网。欸，真的是千网，你知道吗？当下那个1000块台币对我来说有多多？我一个月薪水才22000而已，我再投进去那个呢，香油钱呢？你看现在1000块是不是回本了？嗯，这就是我们出货的地方，你们自己看一下。欸，你们看一下，这是 BTS 哦，思云我没有录到哦，谢谢你啊。你看，有时候偶像的力量是多么的棒，我也很喜欢他们哦。Oh my my my, oh my my my, 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嘞，哦对啦，还有别的地方。嗯，这是放图像的地方，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所有同仁的办公室，所以我觉得很漂亮。还有就是我们的开会的地方。天哪，欸，我们现在已经4月了，这个圣诞树放在这里好小，这个问题，结果咧，喂，这就是我们开会的地方，可以，还有厕所。厕所真的很漂亮，你看这个镜子。隔离霜超棒，我们这个是韩国研发角质肤色的，就是如果你有像我前一天如果熬夜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隔天皮肤很蜡黄，那这个隔离霜擦上去之后就会很亮，然后很白，因为我有酒糟敏感肌，就是可以遮住那个泛红，就效果真的超好。哎，怎么会在这里买隔离霜？很好笑。哎，你看一看，我们这员工有多好，每次麻烦会不会你们都在里面不出来啊？真的啊。Woman， 那是 man， 这是 woman， 这现在学英文。哎，好漂亮！来，好好笑，不理你们，都是一样的，又跑出来。哦，对，还有我们的厨房，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自己也很重视工作，那我也很希望说，我们同仁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个厨房我真的是很喜欢。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这边下厨，因为有林黛玉嘛，林黛玉海鲜浓汤，对，那就是还是很开心有这个厨房，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可能聊天啊，什么干什么的，对，是午休的时候，不是平时，对。那我们来呼吸一下冰箱到底有什么，可以，有没有看到？美招健康，还有无糖豆浆，有没有看到？都是在减肥哦。然后嘞，这个是什么？好小，都遮住了这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资料室，
来，请把那个文字档马赛克，因为这个是开箱公司，所以就不能像家那样子这么就是这么详细的介绍。毕竟，哎，天哪！如果同行在看我的影片，你们不能知道太多呢。然后呢，这个本来是我的想要做一个什么小摄影棚，后来我觉得累了，就是，哎，算了算了，这段剪掉。这间本来是一个厕所，但我后来觉得我要放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就一直放在这里。哦，对啦，是不是要重录？我刚刚没弄这个哦，阳光定让我的背真的很漂亮。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是对创业很好奇才会点进来。如果要给你们一些建议的话，我想要跟大家讲解最常碰到的一些问题。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的目标不够明确，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就要有具体的目标。像我其实我一开始做网拍的时候，想要在家陪阿公阿妈，然后又可以工作。那时候的我就是常常听到我可能我妈在抱怨说没钱没钱，从小到大就一直讲没钱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我一直很想要赚钱，就是给她钱。就是家人是我某一个动力啦。那时候再来第二个，就是以前有看过我影片的就知道整形是要花钱的，啊，我又没钱，所以就是为了整形去赚钱。就是你要有动力，你要有具体的目标，就是你到底赚钱是为了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公平的，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天24小时可以利用，时间投入的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像我今年已经创业10年了，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会走到这一步，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很喜欢就是复利效益，我很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每一天进步0.1%，那你1000天就是100%。我觉得应该是要先理清什么事情是对你有帮助，什么事情是对你没帮助的事情。比方说，很多人就说什么他想要当演员，可是他并没有把时间拿来放在对他演员生涯有帮助的事情，反而都拿来玩乐，他只是在等待机会。那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人，基本上我觉得这辈子不太可能会成功。就是当我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幸福就是平白无故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成功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很相信一步一脚印，然后慢慢耕耘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你们现在在看影片的人，我也想要跟你们讲，就是我觉得真的比你成功的人真的都是比你还努力。当然那些可能天生就获得资源的人，那个另当别论。如果你没有资源，你就先去创造资源。我发现很多人创业，他们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们会去问一些根本就不是在创业圈里面的人。你去问失败的例子，他当然会跟你讲说他为什么会失败啊。那你为什么不去问成功的例子，然后去看看别人怎么成功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会可能太负面，应该说是心态不对。对啊，然后哦，有时候看一看自己就是很好笑。像我以前那时候刚开始做网拍的时候，我必须要看照片才可以想起来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做网拍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不懂啊，就是只知道邮局可以寄东西。后来就是慢慢研究说，哦，原来 Seven 跟全家、莱尔富也有超商取货什么的。上一份工作是撞球馆。我对这些事情完全不了解，我也没有寄过东西，所以就是一个一个去问说，请问怎么寄，然后这个东西怎样怎样怎样，你也是要自己去学习。后来我想到这台车，因为一开始我是骑摩托车，然后我给我自己3个月的目标，我就是要买一台车，然后我第一台车就买那个二手的 Yaris， 这也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人的潜能是你被逼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你自己真的做得到。然后这张是我第一次整形的时候，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手术完之后呢，因为我坚持每天都要出货，然后即便我已经这样了，我还是坚持要开车出货。还有就是我以前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把货就是放在我的车上，然后还有袋子、胶带啊、剪刀有的没的，我就这样子在车上这样子包，因为只要有超商就可以寄了。可是我跟你们讲，这样子的副作用最麻烦的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在台中的全家寄，结果那个人给我不取货，哦。我真的气到不行，你知道吗？因为他不取货，我就还要再去台中的全家拿。哦，这是副作用。这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说我要在你家做网拍，然后我就在他房间做网拍。就啊，有一次打开门进来看到，然后吓到，然后这是什么地方？就是他会就很没办法接受，说怎么那么乱？他说怎么会让我儿子吸一堆灰尘？还蛮有趣的啊。你们知道有一些食物是？就是吃回忆的味道嘛。像我以前那时候刚做网拍的，我每一天都会去
就是我的终点站在 Seven， 我那时候是全家 Seven 哪有不都寄，我觉得我超猛，什么都开放，然后什么都去寄这样。但每次寄完货的时候，我都会在 Seven， 然后吃那个玫瑰盐焦糖旷世奇派的口味。然后我前几天跟我男朋友讲这件事情，他就说，所以你每天吃，对不对？难怪你的胸那么胖。哎，真的，我真的是捶他，真的，很好笑啊！你看，我终于没吃了。如果真的要送你们一段话的话，有舍才会有得，你小舍就小得，但你大舍就大得。有时候呢，你在创业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但你这时候只要去想，如果你今天是大公司，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因为我觉得格局就会是你的结局。如果你的格局很小，你就是在意那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那你就只能做到这里。当你现在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对，我是麦当劳，然后我是顶泰丰，我是最棒的。Be yourself, you can do it。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会在创业的时候加一点就是正能量的鼓励自己，因为我都没在管别人。其实你们其实仔细看我的影片就知道了，就是我不管别人说我怎样，我就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伤害别人，包含我的口头禅，我喜欢讲我的口头禅，我也没伤害到任何人啊，笑死哎、欸，真的、啊。再见。我现在在干嘛？对啊，我刚想说，我是不是没有补充到一些问题？就我很讨厌别人就是要创业，然后去问一些根本就不相干的人，他当然会叫你不要创业啊！笑死哎、欸，多去看看成功的例子，自己加油好不好？你不点进来了吗？到底有没有想要成功？这个负面有什么用？这个负面没用哎、欸。我跟你讲，我生气真的没屁用哎、欸，要学会解决问题哎、欸，你们懂吗？如果你不解决问题的话，你就会成为别人的大问题。可是我们的产品就是来帮你助你解决问题的。比方说，你觉得你吃的多，那你就可以先喝黑摩可可，那就会有饱足感。那比方说你想吃宵夜，哎、欸，泡面一个600多大卡哎、欸，那你是不是可以喝林黛玉，不到100大卡？哎、欸，真的这样差多少？我跟你讲，热量就是这样被一滴一滴的渗出来。Oh my my my, oh my my my。比方说，你觉得你背后的痘痘很多，然后男朋友这样子看着你之后，你都会觉得很抱歉，你就可以吃阳光性跟木瓜，对不对？然后比方说，你觉得你法令纹很深的话，你就可以吃胶原蛋白啊，不用吗？好滑哦！天哪，天哪，戒指怎么会这样子就滑？哎，滑掉了。Oh, my God.